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续写了。那么今天我要带来一期，What the fuck？带一期这个生化战场的一期这个解说视频啊。那么好久有粉丝说我好久没有给大家那个什么叫做我骚话解说。那么今天就来满足这位小粉啊，满足这个小粉啊。感觉这个私服啊已经是没法玩下去了，因为他最近又搞出一个活动啊。就搞这活动，赠送免费永久的哦，不是赠送免费啊，开箱子免费抽那个永，能抽到那个能抽能看到那个免费，能看到那个永久的叫做曼巴之牙啊，能看到没？这游戏已经玩哪去了，师傅玩哪去了？反正我以后打算基本上很少玩这款游戏了，就讲实话啊，这已经玩不下去了。你不要说再催我什么赶紧更新视频啊之类的，就算是跟最后一期了，以后也可能不更新生化战场了。这四服已经根本玩下不去了。他虽然说已经承诺了把那个就是说把什么把充值比例改为了1:100，充值比例改为1:100的，然后那个末日求生模式那个什么末日求生模式那个。的武器概率啊，也是变回原来的也变回原来的概率了。但是，再怎么呢？就是太坑了，说明白就太坑了。闹，叫你妈腐女的我！我屌你妈的！我操！人民币玩家了不起哦！来，开个攻击，来死！我屌你妈的！欢迎，啊不对，不用打铁锅，马上会自动给我们送铁锅人过来。屌你妈！最好眼睛亮啊，看到了一个脸儿。Nice！ 我的 Q 去 ！Nice！ 以后再不要吹什么。这个视频啊，这个人以后不可能做生化，有可能不会做生化模式了。完了，又没子弹了，该死！一局下来，崩三个，还行啊，还行。哎，以后讲真的，这个私服说出这个曼巴之后。出曼巴，啊不，这傻逼不？出这个永久曼巴之后，估计以后什么战蓝玫瑰啊，哟，哎他妈的，一个月不玩的爪子生锈了，我操！拿把普通的 AK47 啊，抓大个。那么，哎呦，这把曼巴只得小心点了。不好打呀，这曼巴太恶心了，这边有两个的话，这边有没有？兄弟上，赶紧上！哦，逗逼！
对面再走一个就好了。我就怕那把什么枪不怕，就怕对面那把满把哦，满把。虽然说是五块钱出一次，出好像是出200次可以出得到了，但还是他妈的，就是说伤害很高的。要我反正四服给说怎么，哎，不好说。四服干出来这些事也无所谓了。他自然这把枪能永久什么屌毁灭地震，还有什么湛蓝玫瑰啊，也都能永久。我哎，我没买英雄啊，我英雄呢？哦，不对，哎，我屌你妈的！你打吗？我看100发子弹能打多，我看你100发子弹能打出我多少血呢？哎呦！哎呦，不在这儿！好吧，我没带这个僵尸啊，买了哦，没买啊，我到期了，操！好吧，那不就拿这个大嘴啊，拿大嘴来跑一把啊，跑一把。你们这什么锁那边的？这人多起来了，哎，那个第一名呢？我操，这么凶呢？你是什么都扔哦，烟雾闪光哦，不，闪光雷子都扔哦，哦，三级胖子的，我操！妈，这是傻人有傻福，你能逮到？哎，我屌！哎，我一个人没杀出来，拿第二名。What the fuck？ 这里僵尸没买啊，没买。好了，女神要出来了，一个就一个。拿呀，对面马上有那个了。哎，我操！哎呦，好吧，这瞎子不会瞎子，这。但是这个逼不知道拽人啊，好吧，就拿到了这把枪吧。 ACR 哎，完了，是老林是吧，Come on me at least dreaming。我的伤害好低啊，妈的，缩一发子啊，没打中一发。
兄弟，赶紧补过血啊！不然的话，你要妈的，要坑我们了，跟你讲。那个白给少年他来了，啊，好疼啊！看没有人蹲啊，这连城应该不会有人在蹲了，这有一蹲就是傻逼了。好了，两个放完波了，哎，一个。哎，兽魔帝也慌个怕，慌个屁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爪子生锈了，爪子生锈了。哎，这个 IB 屁股顶两掌，没看到我，这个 B 也是傻子。好的啊，赶紧变啊，赶紧变。别探头，别探头。还有24，啊，不管了。哎呦，这曼巴队友了，我操！赶紧抓来变啊！赶紧抓来变啊！抓完之后我们就可以变了。哎呦，屌枪空的想打人了，给讲。我就不信还能拿。到啥没说？到啥没说？我靠，还真拿到了！我操！我屌你妈的！我操！真妈拿到了！我操！第七名，我这边第七名。我这边已经有人已经撤到曼巴了。怎么说呢？啊，没办法，没办法。有钱人惹不起啊！哦，你的黑啊，那边被抓了啊！这干嘛还踢人家呢？守啊！我们掰手啊，放在这个 V 上面啊。啊，完了！啊！我屌你妈的啊！3、2、1，来不及了 ，nice， 屌，一个人没杀，活到最后了，啊，屌，一个人没杀，我屌你妈的这个屌 V 啊！哎呦！
Come on me, I need streaming. Come on me, I need streaming. Oh, come on me. Reload. 又炸一个。哟，胖子我打，胖子好打，这太恶心了啊，太恶心了。 被跳，完了啊！这不该他妈下去啊！这他妈不该下去！还他妈第十一名和第十三名掉了，这他妈不该下去！哎，哦，把第四名踢了，这么凶的！ 我是不敢上哦，好的，一个播放了。你这个，你这个，哎，我都摔下来了，这种就属于组织。我屌你妈的，给个第四，给个什么？哎，为什么瞬间第四名了？ 给个人头也好哎，给他妈的啊，给了个屌助攻啊，给他助攻啊！啊，不下去啊，这把打死不也不下去啊，打死也不下去啊。 退下去，对对对对，开门了。当什么没说，当什么都没有说。哟，这么凶残的。Nice。 这两枪是不给力吗？感觉。Nice。体力太美啊！屌你妈的啊！ 兴奋的他妈的，算了，我们到区域闹，两个僵尸感觉不给力啊！兴奋的他妈的都摔下来了，不会身法了，没身法了。体力太美啊！别救，别救，别救！要活镜头就他妈一个字爽啊！第三里头。
我可以赶紧下去。哎呀，不该下去了！哎，不该下去了！啊！哎！我屌你妈的！看他妈，看！哎！哎，为什么重击捞了一下子没捞死 ？Double Q 哦，别想别想跑，看到道理啊、哦！第一名了，我这种堂堂的平民人民啊、平民玩家啊，拿到第一名了。你看没，玩的还是这种普普通通的僵尸。那么。奈茂，哎呦，你狠，你狠！哎呦，好卡呀！好的，来了。奈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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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对？就你们几个小僵尸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凶哦！几滴太美啊！5 4 3完了，歌要变了。啊！完了啊！他妈的爪子失去啊！爪子失去了，完了啊！完了！我屌你妈的！我操！这应该能抓到吧？这应该是能抓到的，别讲。爪子失去了，爪子失去了，没办法。啊，我也感觉，我也感觉奥吉，啊，我感觉，我感觉奥吉大学跑得好慢啊。哎，哎，哎，屌你妈的！往哪跑？看到你了。我看有没有哪个不发死下来捡箱子，捡箱子，捡箱子，看有没有哪个不发死。哦，你的喝啊！这火力有点凶啊！那么，哦，算了吧。几滴太，哎呦！哦，你的喝啊！哎哎！我操！放完大波之后，老子不能走了，什么情况？这么漂亮！
哎，我们有个第三名，我估计是死了。大哥，拽三，拽三。好的，一个没波了，一个没有波了。哎呦，没摸到，没摸到。这也是个傻逼。Human Victorious， 最后一把了，最后一把了。打完这把睡觉了，现在已经十点了，十点钟睡够难早，继续啊，继续啊。8 7 6啊。我老姐他们屌大学放假一放劳动节啊一放就放他妈九天了，我妈我们他妈连上九天课，也放，哇，完了啊！我老姐他们上了九天啊，我们是，我屌你妈的，一个重打杀不死啊！我操，啥屌啥卵子情况？我屌你妈的！一个重爪杀不死，一个重爪搞不死的，穿他妈的逼穿龙鳞甲了！哎，完了，他妈的爪子生锈，爪子真他妈生锈了哦！完了，别打了，他妈的来大姨妈了啊！上次我们不管了，我们从那边接人，这个点迟早会破，我跟你讲。别想跑，等的就是你啊，等的就是你。还差一个人，为什么我这个爪子在发光？ What the fuck？ 为何我这个爪子在发光？我很想知道，是我过瘾开得太高了，是什么 ？Double Q 啊，最后一个、啊，第十二名 ，What the fuck， 没看到他吗？第十二名我就不怂了，反正再怎么样子他也超不过去啊，我没打波了，哎，喂。哎呀，这些小僵尸、啊，好吧。哎，这些小僵尸堵着啊，堵的啊。那我们待会再给大家找一局这个团队房吧，团队房吧。经常打生化也不习惯，找个团队房给大家打一打啊。大家稍等，1940分，也不知道怎么混上来的啊。好了，那欢迎回来啊，那我们继续啊，继续，这是自己开了一个房间啊，然后随缘到一个人，那个就是打了一把，开了一把，要么1v1啊，这号穷逼啊，穷逼啊，什么都没有，就一把 ACR 啊，没了。这游戏里面以前大伙也知道了，玩那个什么，等下走，是，哦 fuck， 好吧。被一把 RPG 搞死了 ，RPG。哇 ，AC 这么脆的毛子，这个 AC 有点过分啊！200块钱，200，叫做哦，两百游戏币啊，游戏币加上一个头盔10块钱，100，总共300，一套下来300。一个僵尸一个七天顶不过100块钱，这个防弹一个防弹那个防弹头盔就要
两百了，越坑越坑。 Double kill 啊！现在人特别少，因为是大晚上了，大晚上11点钟估计该睡的睡觉了。兄弟，这么晚就不没，这么晚就那个了。他运营玩 RPK 就玩 RPK 呗，老子拿 M60 呗。 哎，我屌你妈的！说实在的，这里面 RPK 75发子弹，而且还是以前腾讯电影时刻送的，所以说我个人不怎么太喜欢啊。Double kill 啊！我屌你妈的啊！ 150个人头啊，两个人，他妈的能杀得完吗？What the fuck！ 他妈的，把 RPG 没办法，没血，打了82次，82次，估计这必要下老子了，信不信？看到没？我猜的猜到，这必绝对要下，绝必要下老子，绝必要下老子。换把步枪了不，换把步枪了不起是吧？不知道他有没有 AC 啊？反正我是买的 AC 啊。你这么玩就没过分了吧？这有点。 屌你妈的！屌你妈的！What the fuck！ 来干他啊！给个假视角，让他回，让他女朋友回去了。 然后再拼一波。Fuck！ 哇，两个人玩的好不激情啊！你杀我，我杀你的，我操！Double kill 啊！咦，来人了！哎，刚送完啊，刚送完啊！ 大哥啊，黄金龙我怼不会把机枪，你开玩笑呢？在这边，哦不，黄金龙啊，黄金 M4，看错了。大哥，你别送啊！
哇，这冰棍是绝对在送的，我跟你讲。哪来的？这逼哥没啥哦，死了三次，死了三次。大哥，你是过来给我吃的啊？好吧，我也不想说啥了，你刚死了。感觉要是多了一个雷柱，贵啊！100黄金爆头 headshot， 黄金还 headshot 啊！杀杀 ，nice 啊！终于杀人头了，这还差不多。哎。这边又要加油点，行不行？Yes， 我屌你妈的啊！听声音。Yes。就这样，一分一分追啊，不要急。反正对面急，我们不急啊。又从这边走了，没办法了，没血，没血。你这都怼不过啊，过分了吧，兄弟。妈逼，打了46 ，Debs。这逼在家干嘛了？哎，对面上人了，我操！小发现，我操！哎呦，这个
哎，怎么全去了？哎，没办法，黄金浓眉 Q，这不死也得死啊！救出黄金浓眉 Q，咱们还是朋友。但我啥没说。哎，为什么这个新手进来又进得去呢？哇，这可终于动了，我操！就和烟雾比，我看不到啊。哎呀，法玛斯的，我操！啊！可以，这说啥？屌你！啊！哎呦，屌你妈了！都是人民币玩家嘛，哎呦，这么凶的！啊，完了！我屌你妈啊！偷鸡不成反被摸啊！我们再摸一个，把这个去摸了。这没事，怎么喜欢丢烟的呢？也丢个闪影。来死啊！这个牛逼，这个牛逼。黄金哦，M4我也挺喜欢用的。之后踢上，那什么，踢叉这个的 M4 啊，更伤害更高。干嘛？啊啊！他妈的！你说我喇叭 M4？拉把龙纹也是也不容易，给我杀个人头也行。屌你妈的，不会玩啊，不会玩。M4，不是说 M4。T 杀以前带也是个 AK 的 AK 伤害很特别掉，特别低。哦不伤害特别掉，后坐力特别掉，后坐力。
我屌你妈的！是否捆绑是自由？这个雨点就比较好。我昨天把我瞬移的。哎呦，凶猛啊！今天赶紧原料，赶紧早上睡觉，早上睡觉了。今天去展子排了三小时，排了个宣墨展子，排了个宣墨，先宣墨的，都不去啊。排三小时，花了20块钱，花了20块钱啊，买了两个东西啊，签完这个合张影啊。哎，还是挺不错的，还是挺不错的，跟你讲。我屌你妈！你就这么喜欢玩混烟的？50根人头吧，50杀了。随风风暴是自由。得我屌你妈的啊！打了老子只剩三滴血了。哎呀，都是人民币玩家哦，黄金都 VK 都出来了。就真不怕这个屌四服以后关服了之后你们又充钱啊？你们现在也无所谓。操！三杀 ，nice！ 这刀刺杀更，哎呦，老子没攒了，滚你妈！这没该超不过了。我屌你妈的，炸到！8、7、6、5、4、3 What the fuck？ 好吧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的话，给主播那个关注、点赞、收藏，那就这样子。好，拜拜啊！